有一敏感的，台上不许放屁，这有没有？这没有，问他，问他，师不傅都是响吗？不响，不响，就是不响，那就是，那就是特臭啊！不能放。你见过师傅刚上台，扭头就往边上溜达了？你在台上还放个屁呢？您没放过似的，您这您这是山上是不是？我还真是没放过。我去，那您夹的够紧的，不是净打嗝来着？就是他。偶尔也是有憋不住的时候。您上十多年台了，您在台上您，我不是说上十多年台，我是您从来没放松过吗？不是，我是不会放屁，你不知道吧？我活36，没放过屁，气儿憋大了，貔貅。你说这放屁有什么规矩？就还是不要影响其他演员。我这放屁就别太响就行。对。